不会真是我掉了吧？你爱过的那些温柔粥，要给我甜蜜口味的生活，像夹心饼一样在我樱桃。哦，你想着你我里面的那有牛啊牛，有啊有，你的画面全都感动，你的眼中只有我。皇子肯定是打这个红开的，你们信不信？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两级去抢，一级去抢了红 buff， 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不是抢了红 buff 去？现在不是红开的耶，这步骤啊，人家 EBUG 已经修复，那个就是你可以自己调设置的。被发现了呀，这不一起过去就好了。一起过去就舒服了。刚被卡线了，把它解线了。这边有皇子在的，回家了。
对着流星。可以调一下这个，打开热键点游戏，然后往下翻，把这个将施法目标点开就好了，这个点上就好了，就不会出现那个问题的。这对面也是疯狂啊，一挑二。他五级没六级的，不杀那个吗？ADC 伤害太高了，其实打 ADC 会更好一点，打那个屏障加血就好了。他们下路可以抢六级的，其实比对面要厉害。下塔没到六级的，等我们下路出来之后再打这个龙，我们这边没什么状态的，血量太低的。这个是 BUG 的，修等修复就好了。开车戴头盔，不戴头盔不开车，听过这句话没？这波一场会更稳一点，这皇子要出来了，赶紧打，打完直接走了。曹村要刷新了，让队友小心一下，皇子没有大招的。没有大招，没有闪现。他能打这个红 buff 啊。他红没打的当时。这下路有大招得去一下。哎，在后面，在后面。
是不是需要这个 ADC 把兵补了我才可以获得这个加兵就是经验的收益啊？出完装备去打那个龙团了。一不出来解决的话，我教一下你们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草丛拿一下。你可以用这一招的，就是打开设置，然后游点开游戏，然后往下方把这个点亮就好了。就是将技能施法目标设为最大距离点亮就可以了，那个是 BUG 的。真的有大招，他杀不死他的。把合金打一下，打完合金的话回家把装备更新一下。第一件装备我们出影焰，提升自己的收割能力。他已经死了，跑不掉了，救不到了已经。这不赶紧往下赶，过年有太多的抱怨，大大的不牵着，为什么需要做这么久的多人，这些不打的话，我们把这些有个经济收一下，准备去打峡谷了。峡谷马上刷新了，保一下中路，让他把伊塔拆一下。这边哎，完了完了，来慢了。等他用 EQ 过去，咱们进一下野区，找一下对面的一个皇子。他要打这个的，只要把他杀了，我们家队友就不会死。那个解脱者要过来了，不要中意。可以往中靠一下，这波可以先拿小龙了。预判一。把人家狼拿一下，可以越下路的。等对吧，把 B 线带过来，不急的，因为皇子可能在附近的，他可能在打蓝 buff 之类的。直接一就好了，直接下来给人先引，先帮队友挡一下那个 CSE， CSE 没有过来的话把龙拿一下，
拿完这个龙之后的话，我们回家把装备更新一下。第二件装备我们有很多装备可以去选取，可以选择出那个乌鸦之祸。乌鸦之祸啊，或者是做金身都可以的。对面收割能力太多的话，可以把金身做一下，防止对面去收割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缺伤害了，就是有点缺 CD，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去做乌鸦之祸的。蜘蛛形态人显翼的话，一直人显翼的话可以显示视野，蜘蛛显翼不行的，蜘蛛显翼只能显示视野。蜘蛛前一直显示视野的，但是现在人前一改了，人前一的话不仅可以显形，还可以破隐身。像那个就是卡扎的 E 技能进化之后的 E 对吧，它是可以隐身的，但你 E 到它隐身没用的，就是你 E 它一瞬间它隐身是没用的，还是会被看到的。诞生奇招的话，我们可以拿这边的一个峡谷的，他魔看血的，三叔不用出的，没有意义。这个版本强的是大减。后面有皇子在的，但他已经跑不掉了。还闪现接大招呢，没用。先给队友放峡谷，然后我们的话选择去推这个中路最好的。还有电刀在。对面这把没有人可以翻盘了呀，他们竟然不投降。我每天心情都是美好的。对，一不到没关系，直接 A 就好了。蜘蛛形态平 A 伤害很高的。先看有没有机会蹲一下皇子，皇子野怪也不刷的，把他们家红拿一下，准备打大龙了，该结束了，稍微等几秒钟再打。可以先出乌鸦之祸，乌鸦之祸刷还比较快一点，然后但是它合金路线不平滑，
有点卡格子，它需要三个格子才能合满装备，而影焰的话只需要两个格子，然后再去做巫妖之祸，主要是搭影焰很强，两件套厉害，一件套其实不强的，直接来个一闪就好了。我错了，我是不烂了。我是不是烂了？你们说实话，别包庇我。没闪现了，我闪现换闪现还是小小赚的。完美时机攻击次数是什么意思呀？只要叠满之后可以无限那个吗？可以无限触发吗？